中二病改造世界。Hello， 小可爱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兔叔叔。今天是一个完全不需要技术的视频，水视频，我是认真的。不要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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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脸。最近我买了一波新的电子元件，然后大家也看到我上一期视频的时候，指甲还有卸掉的痕迹。就是为了等这个 N 啊。Hello。就是因为我在等这个 NFC 指甲贴啊，它终于到了。这期我终于可以凭借美甲视频发一期时尚区的视频了，请大家把时尚鬼才兔叔叔打在公屏上。那么什么是 NFC 呢？ NFC 是指 New Field Communication， 它是一种电子设备之间近距离无线通信的技术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贴纸上面有 LED， 但是它没有电池。但是如果你用手机打开 NFC 读取器的话，哎嘿，它就能实现无线供电了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大家也知道我现在人不在国内嘛，然后澳洲这边的汇率，哎呀呀呀呀呀，作为一个抠门的兔叔叔，实在是舍不得去店里面花钱做美甲，所以我在家里有一堆二手的美甲工具。像这个东西，我是真的觉得好像十分适合做一个星空主题的美甲呢。为什么又是星空？我好像做了很多个星空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管了。做星空主题的美甲，但是呢，我有外挂，这样即使我手残，我不太会弄指甲，我的指甲也应该会是这条街上最亮的指甲。那么今天废话就不多说，我直接上手。开始之前求一波一键三连。如同每一个正常的美甲流程，首先我们需要去死皮、打磨、上底胶。兔叔叔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哎，奈何这贴纸它自己会弹起来，它贴不住。今天是一个完全不需要技术的视频。墨尔本难得解封了一个周末，我怎么可以丑丑的去打剧本杀呢？所以我赶紧做了一个以前做过的款，然后决定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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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。2 weeks later， 在咨询了会做美甲的朋友以后，我抓着室友练习了延长甲的做法。这一次有模型胶和定型甲片，我觉得我又可以了。手残兔最后的成品就是这样，阵亡了两个灯，但我不知道怎么改，只能硬着头皮做完。左手无名指估计是修行的时候把里面的铜丝剪断了，右手中指可能是我打磨过度把 LED 磨坏了，但是装叉应该是够了。它靠近 NFC 读取器就会亮，所以门禁系统十分适合用来装叉。这个东西真适合在电梯里找搭讪话题呢。这么秀的指甲我一定要给我朋友看，喷机。喜欢我的视频请帮我点赞留言分享，想看以后更多内容请订阅开启小铃铛，有问题和建议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参与讨论哦。